子脚刚刚说 high bay 是怎么样，要把体重压在上面对吗？我们把体重很用力很用力的往后压，压好，现在翘很多对吗？你推推看，会听到一个声音像这个，而且有点难推，推推看，有感觉到这是钢鞭在推，哎，小心不要跌倒，这个屁屁又救了你一次，天哪，它好重要哦，扶着栏杆，扶着栏杆，扶着栏杆，很厉害，扶着栏杆，扶着栏杆，好，来，我们会用脚跟，接着换脚尖。等一下我们要接灯这个动作就会做到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眼睛前面是山上，如果往后踩会怎样？往后跌倒。对，所以我们要一直立着，不可以踩平哦，立好到板前。哦，怎么做？有，哎，你踩平了，我踩平了，不可以踩平。哎，你也不错，哎，不错不错，换你了，剩你。哎，你还是踩平，再回去一次。然后我跟你讲，对不对？颠起来，颠着，颠起来，左脚，然后重心要在前面。对。对，好，接着重心一直在前面，回到板子后面，一样要立着哦。好难哦。对，都有做到。好，来连续动作，到板前，再到板后。到板前，到板后。哎，不错。好，来踩平，我们准备要上机器。刚力很累哦。对，刚力好累哦。好，忘记刘海了。可以吗？那我们要上机器喽。我们把脚跟钢鞭立起来，人进来栏杆。你们第二批哦，好，好，要勾着，要立着，要立着。现在上了缓坡，就开始板子会往下滑，所以不管任何一刻都要把钢鞭立着。好，现在眼睛前面是山上，所以我们要把脚尖钢鞭立起来，要立好哦。好，来，现在没有穿板的这只脚一大步，有穿板的一小步，没有穿的那边叫做板尾，板尾要抬起来，不然未来雪是有厚度也有重量，它会像铲雪一样，这边会积一大堆雪，越来越滑不动，可以吼，走不动，可以吼，我先一大步一小步，一大步一小步，你们爬到蓝色顶点，老师太辛苦了，你俩好加油，我们最累的就这个阶段，好吗？一小步，一大步，换你们了，还好我们了，一小步，加油，蓝色点点就好了，好了好了，李毅好了，哎，怎么进来啊？这样子进吗？立好，到板前，有到板前，哎，真的，我换你们要爬到他们后面，哎呀，什么一大步？好，试一下，一大步。一大步，一小步，一小步，立好，对，继续重复。你快倒了，你快倒，你会滑下去。一小步，边好，一大步，不管任何一个，就是边立着就对了。陈思雅，你们拖得越久，一小步，一小步，我脚在抖了，你的核心就越一小步。哎，小心哦，立着，立着，一定要立着，脚跟要立起来，对，一定要立着，好立，立下很立，再来，有下有没有？有，往前一步，对对对，不要，你小心，你不要。再走，我用拖的，再走两步，脚下去哦。我是不会牵你拖累我的。好了，我们要怎么转过去？我现在要教你们，颠好，让你的脚回到板子后面。啊，我不行啊，因为我会颠下去。你们先，你们山下的人先，好不好？颠下去，快点，快点，我会颠下去。相信自己，这边不要，我不敢移动。单脚站立，好，一二三，对，好可怕哦！站立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的，一直颠着就对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一，再见，哈哈。如果真的不行，可以偷吃布，看你，看你就摸着，然后回到板凳后面。哦，哎，你偷吃布，好可怕，我好怕你跌下。上面的试试看，试试看，回到板凳后面，立好。好，在这里长高，我们要朝着板尾像我这样转跳一下，转跳一下，直到你的板子变成平的，眼睛看前面，我们就可以坐下来，坐下来哈，对，坐下来 go、啊、一步，老师这个再来，我不会滑下去，跟着转，对，赶快把钢鞭立好，认为自己是平的就可以坐下来了，好像赶快坐下来哦，我现在是平的了，好，那你们两个可以坐下来，换他们两个要就变成平的、啊，好累哦，腿有没有很酸？好酸，我感觉小腿要抽筋了。